老花钱不合适的酒啊，是，嚯，好家伙，这是哪位印的这张？啊，嗯，真好，这，一人一份儿，你看看，哎呦，一个大活人，哎，这没有，吓我一跳啊，挺好的事情，嗯，哎呀，从昨天开始，给我们这儿服务员累坏了啊，换地毯啊，嗯，做卫生啊，啊。为什么呢？昨儿来了，您知道哈？嗯，我们这儿挺热闹，然后扔蛋糕来着。对，过节就有一个过节的样子。嗯啊，也没有都扔蛋糕的。那是，因为我身上就没有。嗯，于老师据说好，连内裤都是奶油，我坐上头了啊，挺开心，挺开心。因为什么呢？这个你要说跟北展这样是不合适哈。啊。体育馆这都不合适，离着远扔不着，是唯独这种场合，嗯，我觉得很好，过节嘛，有一个过节的样子，热热闹闹的。今天楼上楼下又都满了，是，其实你要说问我，我最爱干就是小剧场哈、啊、小剧场，你看这边乐的，哎呦呵、哦、刘春你那个口水呀，底下呢还仰着脸乐，你真行，还张着嘴乐，哎呀也不知咸不咸，啊，谢谢。从外边带水，谢谢吧。嗯，而且来了还花这么些钱买这么些花啊？对呀，就冲这点花，于老师，嗯，你要不躺在这儿都对不起的嘛。那是报昨儿那仇呢。都熟，也不用多介绍。嗯，说相声的我们，郭德纲、于谦，嗯，当然啦。跟于老师比我还非常的不足，你客气，我最近一直在舞台上赞美于老师，是吗？那是一条硬汉子。这是一个刚烈的汉子。哎，行行，谢谢你们都了解他，受多的罪。慢慢来，慢慢来。那个我喜欢你这个状态。谁呀？玩笑说玩笑。嗯，有人说问问郭德纲，于老师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您说说吧。我想了又想，谦儿哥在我心里边，嗯，就如同是昆曲一样。哦，这怎么讲呢？昆曲大家都知道哈，啊，看过什么《游园惊梦》啊，《牡丹亭》啊，啊，好啊，《才子佳人》爱情的故事是、啊、昆曲啊、哦。于老师在我心中就如同昆曲是一样，就这么大气，表面看平静淡雅，嗯、内心那个骚啊！啊，嗨。这是拿昆曲衡量的吗？这你细琢磨，昆曲都那样、啊、哪样？它不像二人转，二人转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都是一个状态啊。唯独昆曲不是啊、哦，表面上表面装的那个温文尔雅，骨子里都是收费的东西。啊、这没听说过，挺好啊。嗯、如果说您到90到100还能有这个状态，我觉得是我的福气。您太客气了，说明您不老哦。哎，人老心不老，是个老流氓。哎，这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晃我们哥俩十多年了，是，包括在这个台上也干了好些年了。嗯，可不嘛。有时候回头一想，后台有人一进后台，呼噜呼噜一帮人。嗯，这个岳云鹏的徒弟，嗯、那是栾云平的徒弟。是，要不孙越带进俩来 啊？我说你，这俩是动物园偷出来的，是怎么着？嚯、啊，长得那个寒蠢的 啊！这玩意儿都随主人的一个个的。我们特别感慨，就当年我们开始跟这儿演的时候，嗯，后台就10个8个，嗯，没那么多人，没那么些个人，嗯，最早那会儿演出，有时中午1点半就演，啊，一直得演到晚上6:40，哦，不得不停，嗯，因为第二场的观众快进来了，哦，又一场，那会儿也不知道累，但是现在你要让我这么来说良心话，真盯不住，体力也不行，岁数到了，对，你看我今年我到春节我是整29岁啊。哦你亏心不亏心呢？会有报应的。你要掉下来，非得补票呢。底下不是贵。您29岁，是你比我大1岁吗？你要这么说，行行。哎，这老昆曲。好说二人转，不客气啊，商量啊。
哎，就说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老了，是，真是觉着精气神啊、体力啊不如原来，到不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这个你一定要承认。对，你看现在跟过去，我记得那会儿倒退些年，嗯，拿十块钱去一趟小卖部啊，什么大面包拿俩来。哦，饼干好几袋都便宜，一把牙刷子，是牙膏，弄两瓶水全能有。你现在不行了。不行了吗？现在都装了摄像头了啊。偷去吧您这。你说这给穷人一条活路吧。哎呀，啊，装摄像头不行了，都有监控了。你说你们是人吗？你们是吧？对，你之前感觉不给钱。哎呀，这岁数大了。嗯，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有个好身体。对啊，你看后台烧饼，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长大了。咱们要做的就是有好身体啊，有那个不良爱好，抽烟呐、啊、喝酒啊、烫头啊，都摒弃了他。嗯，怎么都在我身上呢？这爱好，你说这三样我占哪样？啊、是不是？烫头我烫头麻烦大了，是吧？是啊。抽烟我也不好这个，不会。喝酒我原来也喝，小时候也喝。嗯，二十来岁那会儿，嗯，那会儿喝酒喝的可凶了。哦，哎，现在也不敢喝了，不喜欢。谦儿哥还行，嗯。谦儿哥好喝酒，喜欢。我有时候老劝他，嗯，我说别喝酒了，而且现在查酒驾查的多凶啊，是，对不对？真把你逮起来，这玩意儿是也没法捞你，是吧？不能开车呀。再一个也寒碜，这玩意儿是，他不听也别说，他净弄着有惊无险的事儿，没出什么大事儿。有一回去年吧，啊，后台吃饭，嗯，演出之前垫吧垫吧，嗯，他非得来点啤酒，哎，弄瓶啤酒喝，喝完之后有兴趣。可你到演出之后再走，真逮着你，你去吹一下，嗯，还是有度数，有酒气儿啊。于老师这儿演完了，嗯，开着车，晕晕乎乎往家走，没事儿。好，离着还好几百米呢，瞧见警察了，嗯、查车呢。再往回倒不回去了，都堵上了，都堵死了啊。也就是说，谦儿哥，嗯，咵踩住了，嗯，下来之后看着警察，哦，我瞧见了，看警察，嗯，这时候打这车窗里边伸进去，干嘛？拿出一瓶白酒来，哦，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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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当着面喝，哎，嗯，看见了吗？啊，先刹的车，后喝了酒，哦、就这帮警察呀，疯了一样往这儿跑啊，跑什么呀？好家伙，好几百米呢，是吗？呼哧带喘跑到跟前，嗯，别废话，怎么着？把车挪开，干嘛？车底下我们好几个同事呢，哎，嚯！还是撞死俩，这玩意儿，这是有惊无险的事儿吗？这，哎，小插曲，哎，这还，后来老劝他，我说你别喝酒了，嗯，岁数大了，你的肝脏分解功能也做不到，就是身体，你那个腰子什么都不行，哪有腰子呀？不是，我听嫂子说他那个肾都不行。我嫂子说，看你媳妇，哎，这你别少来这，好跟我串闲话啊！我说注意身体，锻炼，最近不错啊，值得表扬。怎么呢？没事就锻炼去啊！哎，精气神。啊，这还不错吗？你看你那脸怎么着？脸上这六块腹肌啊，六块，好，把腹肌练上头来了。哎，一瞪眼，小脸啊，小龟壳儿。哎，没有这么形容的，您这，我觉得挺好，挺好。嗯，其实刚才是哪个女观众上后台找于老师照相，还夸他呢？啊，有一姑娘，嗯，于老师跟您照相，嗯，给于老师照照相。好，谢谢于老师。你瞧，于老师你真帅，嘿，他都害臊了，是吧？你瞎呀、啊？嗨。我去！我这骂谁呢？我这是。姑娘，弄个报纸，包点东西，搁他家门口点火。我瞧着您不单是自己的活能串在一块儿去，别人的活您也能搁。你可别让我听见。这玩意儿活学活用，值钱就值在这儿了。听见就给你刨了，那错不了啊。嗯，别惹我！你看，今晚上多热闹！你看、嗯，刚才什么烧饼啊，什么岳云鹏啊，高老师，嗯，哎，老高是真见老，高峰啊，高峰你们都看见了哈，啊，都秃了都不行了，我看都秃了哈，头发都掉。他媳妇儿也跟我说，哎呀，说你看他怎么全是媳妇儿跟你说呀、啊？我人缘可好了，对，走媳妇儿缘，那错不了啊。嗯，也跟我说，说那个你看他都秃了，秃吧，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这个生老病死，头发秃了，烫个头，这都不叫毛病，不叫事儿、啊，没事。但是当年老高可精神，是吗？我还今天我看贴吧上微博上谁夸了、嗯，说高老师怎么长得那么俊呢？哼，我还回帖了，你说你瞎呀？哎、全是这话是吗？不是，确实，老高来的那会儿20出头吧？啊，可不是吗？个大高个儿，嗯，精精神神的，戴眼镜就跟认字儿似的啊，不认字儿啊，合着就很斯文，是，哎，斯文败类那种状态。嗨，
一晃他也这岁数了，嗯，也这岁数了啊，挺好，挺幸福，是吗？媳妇儿也挺好的，然后还给他生了个闺女，对，生个小闺女，有他微信的，你们知道，小胖闺女，嗯、啊，生完这闺女，他媳妇儿给我打电话，打，对不起啊，是个女孩啊，跟你说什么呀？我这倒我就无所谓，这个、啊、什么叫闺女小子，健健康康就行。那倒是，你不怪我就行。挂了啊，挂了挂了。什么就挂了？他回来了是怎么着？就说这个意思。哎，这么大岁数这有意思吗？啊，不是，你说这有意思？老高跟我还有他，我们仨算是发小。那倒是。哎，他们俩是法国人的小孩。对，嗯、谁呀？我是法国人。去，占便宜。不承认了。嗯，打小一块长大的，嗯、那会儿曲艺团。说唱团啊，我们那个有学员班，哎，我们都上过学，我们也都是啊，不是在一个班里边，人家团里请的老艺人，嗯，给我们排练，教我们说相声，对，一步一步到如今，嗯，他那会儿跟老高俩人最好，我们交情好。现在回头想那会儿干的事儿，你要不说那会儿年轻的啊，你还记得吗？您讲一讲，他跟高峰两个人争强斗势，啊，好胜，抢羊斗胜，啊，就一定我得是最棒的。那是好啊！啊，高峰说：“我得是最棒的。”啊，他也说：“我于谦得是最棒的。”都要强，俩人打赌，我看着我都瘆得慌。打什么赌、啊？这是男子汉所作所为啊！您说一说。俩人打赌上厕所吃面去。哎，我们争这强干嘛呀？我们哎，方便面桶呢、啊，一人泡一桶。嗯、啊，还得泡的差不多了，看硬不得吃。哦，泡软和。俩人得一块儿泡一块儿弄开水。啊，一会儿一看行，差不多热了，一人端一碗，请请。对，还客气呢。打赌谁赢了，晚饭不花钱。就这么点赌，俩人奔学校那个公共厕所、哦、啊，行行行，哦，上厕所，把这面先搁边儿，还放地下，哼，今天叫你有来无回、嗯，这什么姿势？这是脱裤子解手是吧？哦，蹲在那儿拿着这面，愣吃。哎，于老师怕他那个，嗯嗯，告诉你高峰，嗯，我。嗯输给你，脱下来了，我这脱下来得蹲着，要不裤腰肥，慌着，蹲一对脸儿啊，这边蹲着高峰，这边蹲于谦儿，嗯，一人端碗面，预备走，开始，比拉的还那俩劲儿，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好，这香啊，嗯，俩人一点事儿都没有，那当然了，旁边拉屎那吐三回了，这好，人比我们还恶心呢。找到我们学校两位精英，哎，就别提这个大昆曲、小昆曲，哎，这别拿这衡量了。现在一眨眼的功夫，咱们都这样了啊，岁数都大了，吃不下什么面了。那是啊，但是你还能蹲一会儿，这是。哎，我喜欢在小剧场，嗯，因为这种表演形式，它跟在什么体育馆呢，跟3000人以上的剧场它是不一样的，哎，氛围不一样。什么叫好说相声呢？啊，知道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技巧表演什么形式的相声，嗯。就是正确的，哦，是这意思。啊、是是是我们过去老先生讲话说，咱们有一特点，我们就行话，江湖黑话，啊、嗯，叫把点开活。您说一说，过去的老前辈说相声没有提前说，我今天要说报菜名啊，我今天要说什么卖布头，没有说这个。哦，哎，后台也永远是1、2、3、4、5排好了人名字，嗯，节目并不写。啊、那节目呢？因为你不知道今天的观众是什么心态和爱好。哦，一定要上场之后根据观众的状态，嗯，说几句话，拿话一逗，哦，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两个人才往后说什么呢？这在重新开火。哎，啊，我一会儿弄报纸点火。刚过完教师节嘛，什么那错不了啊。嗯，所以说这个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特点。嗯，我们在北京，说相声也说了好几十年了。嗯，是干小剧场也干了不少年了。嗯，到今天多多少少是有一点那个经验啊啊。这个那天来串门的，也算是同行吧。哦，人家算是同行，就算是不会说相声啊、哎。那叫什么同行啊呢？这很正常，不是说相声演员都得会说相声，两回事儿、哦、啊、哦。来聊天儿，嗯，这个你看，我们也干相声小剧场哈、啊，嗯，我们弄了有4、5间了，嗯，怎么每场就十几个人看呢？哦，怎么不上观众呢？您说这咱怎么劝人家？你给解释解释呗。我只能打个比方啊，我跟于谦我们俩人干10000个同仁堂，也没人上我们这儿来买药来，嗯。我们外行是打根上就错了，嗯啊，但是这个话你是不合适，不合适，所以说这有的时候有，从根上来说就是一个小误会，啊，这叫误会。我告诉你，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如果小剧场都干不好，就千千万万不要再往下走了。
是这好干什么？我跟你说啊，说相声里边最好干的小剧场怎么呢？咱这算是最大的，因为这个剧场100多年了。嗯，老园子，当年是唱戏的园子啊，京戏的园子。哎，老园子100多年，这屋能坐200-300人。是，当然的鼎盛时期，德云社还不被人重视的时候，这个屋我闯进过700多人去。对，啊，是。我有视频，我有照片为证。那会儿桌子没有这么大。完事儿呢，还有站票，还有坐票，台上都是人，啊、哎，周围坐的都是人，都连的吊票啊。那会儿还有电扇呢，现在没电扇了啊。但一般的小剧场呢，100人，咱就说，嗯，100人，你后台演员你怎么着，你得有10个人吧？那不行，10个人干一堂这，一周演一场，你再干不好。嗯，10个人，你每个人不得有10个亲戚朋友吗？是不是啊？嗯、都是亲戚朋友来呀、啊。我就一周就演一场，就央个央个大伙捧一场来啊。他再不来，你说这大伙儿。凑不满你就别干了，朋友也别混了，就是啊。嗯，所以说小剧场好办。啊，其他你说相声大赛呀，什么什么国家一等奖啊，什么一级演员呢、啊嗯、这都不复杂，这都好办吗？哎呀，相声大赛这东西本来就是人为控制的，人贼的。比如我找一赞助吧，水果杯相声大赛啊。这什么名字？这是门口3个卖鲜货的，提供点钱咱搞一水果杯相声大赛。嚯、哦、一定得最后得问着卖水果的，你说一等奖给谁啊、哦？他说，因为人家提供了好几车苹果了，哦，对，一定人家说了算。水果杯吗？艺术这个东西啊、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哦，没有绝对的正确。嗯，跑步，嗯，武术那个行，武术咱俩人，比如说武术大赛，哦，哎，你会一套八卦刀，嗯、是我拿个机关枪啊，那我就别参赛去了，那我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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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比。然后你就啪啪啪啪啪，哎，我累死的，我是知道吗？嗯。啊，你那肯定是我赢，多新鲜呢！啊，跑步也是啊，百米冲刺哦啊，只要百米冲刺，我一跑，我比如说跑个1分钟啊，那行，你是半年啊、哎，我这身体要完，那是啊，问谁谁都得说那是我胜，多新鲜！体育就这类东西 啊，它是可以分出来的，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哦，文的就没法说了，文的怎么不能说？举个例子，有观众说了，我就爱听高峰。哦，温文尔雅大气。嗯，有人说了，我爱听烧饼。嗯，活泼好玩，是这个东西全是根据个人口味来的。嗯，它没有绝对。嗯，啊，我爱吃什么卤煮火烧、嗯，那时候说了，我爱吃麻辣火锅、哦。这两者之间怎么分谁好谁坏？那所以艺术类的东西没有第一第二。嗯，它只能说通过其他的来判断。嗯，就是比如说水果老板看你顺眼，长得像苹果，你一等奖。对，你才像苹果呢，就是像榴莲。啊，这嗨。就说这个意思啊，是不是？所以说是人控制的，这个一等奖给张三给李四没有任何区别，都一样，都能运作啊。这个团里边分，你是一级演员，你是二级演员，怎么就分出来了呢？啊，这也是人为的，也控制。这一等奖给你也行，给他也行。为什么给你？你媳妇漂亮啊？怎么没听说过？这跟媳妇儿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人能控制的东西他就行了。哦啊，这东西不讲理，根本就哎，你包括说我在微博上捧我，这都可以做得到。这也行，后台小孩们张师傅，您看我怎么能红啊？我师傅，你看人家微博上都夸张三李四说的多好，我说拿钱吧，拿什么钱？因为有干这个的啊，要让微博上所有人都捧你，说你相声说的好，10万块钱到20万块钱就干出来了，这么点钱就有专门的公司运作、哦，贴一段你的视频，然后大伙儿一转，哇，这人说的比侯宝林强1万倍，嚯、哦，那不就是一转的事吗？啊，大伙儿一分钱，这可以，这能做得到，也行，这都不困难啊，真正难是大型商业。商业演出，你比如说咱们演出呢，5000人、8000人体育馆啊，你们家亲戚再多，你趁8000人，对，对吧？是，你老头老太太，然后底下8000个孩子，你爸爸也太厉害了吧？啊，这嗨，只能说是人缘好啊，对，有帮忙的，那错不了。你要注意措辞啊，这人缘好就不怎么样，知道吗？啊。所以说嘛，嗯，艺术这个东西，说句良心话，我老爱说那句话：“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咱们是卖艺，嗯，有的人是卖人，这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吧？卖人，卖人，你比如你就算是卖人的，是吧？我怎么叫卖人呢？你看卖你人缘好啊，哎，这么个卖人的，哦，快看看于老师又卖人了，嚯、哦，哎，没听说过，挺好，我们算是卖艺，是，但是。咱们过去说钱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啊，还是得拿能耐欺得住啊，这是根儿。走到天边去，有个手艺，他也饿不死人。对，但是小的时候学艺，我们没少受罪。那当然啊，
你看，你看，今儿我你们听出来了，嗓子不太舒服啊，有点儿。是昨天因为啊，后台空调坏了，前台空调特别凉。哦，哎，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的。嗯啊，我也是坐炉子上吃冰激凌，是不是？哎，对，这不作呢吗？这不是，就说这个意思啊。然后前两天感冒没好透。嗯，前两天本来我都好了，他媳妇上后台来串门，他媳妇感冒把我传上了，这怎么传上的这？老有别人媳妇儿，就算怨我，就算怨我。这什么叫就算怨你？就说这意思啊。啊，但是你说嗓子哑了，哑了有哑了的办法。哦，哎呦，今儿说不出话了，说不出话了，没事。怎么呢？过去是这样，哪怕说今天说话都没声音了啊，后台给你安排了，你今天演一个什么什么节目，还得唱，该唱也得唱。那能唱吗？这是技巧问题。哦，从小我们就学这个，嗯、老师也教给，说今天哑到什么程度，这个节目怎么演，嗯、这个气怎么用，发音的位置怎么调整，嗯，这都得是学，这是有技巧。那、嗯啊、当然，我们你要说跟专业唱歌的比，还是比不了。是人家那个就保养嗓子保养太好，他们讲究啊，甜的不吃啊，怕怕齁着，哎呦啊，咸的也不吃，咸的呢他把嗓子腌着，呵，哎，醋什么这酸的不吃，酸的也不行，怕遮着，哎哎，辣的也不能吃，辣的，哎，怕把嗓子火着，好，哎，吃大米饭拿剪子把两边尖都绞了去，这太细致了，嗯，那、哎、你说人家能不是艺术家吗？是吧？哦，你看我们于老师哪天吃饭，你们参观一下。我行啊，这么大的馒头，两个两个往里扔，嚯、哦，扔进去的。最重要一点，他这俩馒头谁也不碰谁。哎，对，对，你还听不见响？那是咕噔咕噔咕噔，那是没响吗？一站起来在椅子上，好的，没听说过透了，那就那是个刚烈的汉子。哎，这裂的也太大了，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得练嗓子。那会儿我们有一个唱京韵大鼓的鼓界大王，他叫刘宝全先生。没错，刘先生的嗓子太好了，又干净又亮又脆又甜。是，为什么叫鼓界大王？嗯，唱大鼓的人家是王子。哦、大鼓分很多呀、啊。嗯，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什么梅花、烙亭、铁片、凤调都有。哦，整个唱大鼓这圈搁了一块儿，人家是王子，他是头，那是拿人家当祖师爷。嗯，那个嗓子一辈子几乎就没怎么吃过肉。哦，净吃素，净吃素保养嗓子啊！说实在，最近营养匮乏了哈，啊、炖一锅牛肉也吃肉，肉不吃，拿那个汤烩菠菜，还是素，吃素啊！晚上睡觉前，这么大雪花梨打成了片儿，嗯，横一片横着，来一片梨搁嘴里横着，嗯，睡觉早晨吐出来，这梨是黑的，怎么是黑的呢？就这一片梨把肺火吸出来的，您瞧瞧，你这玩意儿你受了吗？我试过呀、啊，你也试过，嘴里横着梨片睡不着觉，是吗？来大梨夸切一片啊！啊，嗯，咽了，去掉毛病，哎，爱嚼，哎，咬牙，这哪行去啊？后来跟我媳妇说，我说你支持一下传统艺术吧，好吧？怎么支持啊？我切点梨啊，你坐边看着我。哦，我只要一嚼了，你给我续一片。哎，这好嘛，先往里续，一片一片续。来，几个大雪花梨，夸夸夸都切成片，一大盘子，码在床头那儿啊。你看着啊，我睡觉了。嗯、啊，来一片很好了，睡觉。啊、早晨一睁眼，嗯、哎。哎，没有，得，我说你怎么弘扬民族文化的？真是，你怎么振兴祖国艺术啊？不负责任，让你给我续了一片，你怎么没续呢？对呀、啊，媳妇气坏了、嗯，谁说没续？续了吗？好家伙，我续的还没你吃的快呢。好嘛，差点咬手，知道吗？哎、得亏我把戒指抢回来了，哎、戒指都没了。好，四个大梨全下去了。哎呦，就这还饶了半张饼了。好嘛。改夜宵了，您要不说呢？啊，这保护嗓子不容易，是得下功夫。嗯，那会儿教我们那老先生，啊、那个韩先生老先生，哦，教咱们那年就91了，是90我忘了，反正可高寿了。您当年我们小时候一说50来岁的，那就老头了。那可不嘛，显老啊，留胡子，嗯，拄着棍儿。是赵佩茹赵先生40就拄着棍儿了，那是要这份，那五十来岁就了不得了。嗯，那很苍老了。那位爷，好家伙，那年就。我忘了是90可能是。是是。每回上学儿子孙子好些人给搀来。哎呀。多着多所着拄着棍儿。是真有能力。跟齐白石是那样大长胡子。是头啊。嗯。坐在屋里边。嗯。也不知瞧得见瞧不见迷糊糊的、嗯。他我高峰我们仨老头给教。啊、那会儿教插曲儿。啊牌子曲儿。谢之入深山呐、啊、就唱这个。风雨归舟。哎老头、嗯。高峰唱一个。高峰。说话都听不出来了。啊。高峰唱一个。啊叫高峰唱一个。高峰。学高个儿、啊，学啊，嗯，去，就是这么要强，刚烈的汉子。嗯，老冯唱吧。嗯，谢之入深山，引云峰受降。唱完了，老头撇嘴。嗯，不行，下功夫去。哎呦，
你唱的呀，嗯，还不如我孙子一半儿。这怎么说话？老头是，其实咱不吃亏啊。怎么呢？人九十，我们十来岁儿。哦，对吧？人家孙子好的五十多了，啊、未见得不如我孙子呢。哎，说什么？哎，听着吧，嗯，谦儿唱一个。哦，这个点我。哎，谦儿过来了。嗯。不是这相啊，比高峰里大气啊。那当然了，我十几岁腰就不行了，腿蹲麻了，没听说过，还吃面呢。嗯，唱一个，给谦唱一个。嗯，借石入山，山隐阴风，老头。嗯，哎，怎么了？你顶多就是我个孙子呀。嗯，我刚赶上孙子了。哎，他这还认为夸奖，谢谢。嗯，我还客气呢。老头再看我都不爱看。嗯，你来一个。是仙儿。哦，借石入山，山隐云峰。唱完了，老头。嗯，怎么着？你呀，啊，也就相当于我爸爸的水平。哎，这嗨，你这走到哪儿都不吃亏，可是。那怎么办呢？这节可好累了，我跟爷爷似的。哎，这好嘛，就是那会儿学的东西，到今天，嗯，全忘不了。啊，那是啊，曲艺呢，嗯，实话实说，其实挺没落的。哦，现在就是京韵、西河、京东，什么大鼓，好多搞古曲的跟我聊天说，相声现如今你们弄得不错，哦，把市场也抢回来。你看，那么古曲呢？古曲不行，这很难。嗯，我一己之力不好弄，挽救不了。哎呀，说是你看我们的老艺术家都去世了，我说你别来这套。嗯，把你说那老艺术家来十位啊，都刨出来，嚯，救活了他。北京找一最好的园子让他们演，嗯，头一天爆满，嗯，第二天一半人，第三天没人去，第四天微博上就骂街。嗯，是啊，哎，这人的心理问题啊，他听不见，他老觉得如何如何似的。哦，呦，这大艺术家，高山仰止，泰山北走，嗯，没听过。哎呀，你看这1912年就死了啊，我们见过多少，真见着了，你骂的是最狠的了。是这样，这是观众的心理学问题，啊，知道吗？我说你们这个古曲要好，古曲不像相声，相声它门槛低。啊，没有什么身份的要求啊，学识的要求啊，岁数啊，男女都没有。嗯，你喜欢笑，喜欢乐，坐在这儿都能接受啊。不是每一个观众坐那儿都能听什么叫谢石入深山了，嗯，什么大玉焚稿了，什么大观园，听不懂。哦，哎，所以说古曲振兴一定要从色艺双绝上来。是啊，从旧社会也是如此，啊，他一定是坐在这儿，这个大古妞实在是太好看了。哦，这个旗袍，哎呀，你看人家开气儿都到嘎着窝了。好家伙，俩门帘子就是。我要是能跟他握握手里多好啊！啊，这儿演完追到那儿去，那儿演完追到这儿来，天天花钱上花篮，这那那这，嗯，到最后也握不上手了。他背下六段词来，哎，这还这才会了，生疏熟气，听不腻的曲艺，啊，他得从这儿慢慢慢慢才能进来，整体的氛围得这样。哦，现在古曲最年轻演员72，你说这玩意儿啊，是吧？上岁数有那个心没那个力的观众们，年轻的观众谁看那个去？啊，没开气儿，对不对？都跟于老师，开气儿也没人看了，开气儿里边还出空，这天太冷了。所以说那挺不容易，这也必须，比如说有个曲艺的主管部门，嗯，花大价钱，第一是找一些合格的继承人，第二得有真正的名人去教，是，第三严格的按照市场来运作，嗯，哎，三五年可能还有点希望。哦，哎，得慢慢来，嗯，事在人为，死变活人开，嗯，啊，当然了，你要问我们是真爱啊，真喜欢，从小学的这个，嗯，啊，京韵、西河、京东、老亭什么都有。昨天晚上跟着好没少唱，是，可不嘛，包括昨天我跟于谦我们老师我们俩拆唱京韵大鼓跟东北大鼓搁在一块儿的《剑阁闻铃》，有人听了吗？昨天啊，于老师就想起一句来，哎，对，小哥他想起一句来，我也想起一句来啊，我们那两句就够票钱了啊！什么叫够票钱？待会儿咱们都完事儿之后没事了，让于老师唱一全的啊！哎，我可爱起哄。其实各种曲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还从曲艺跨到了一个戏剧的高度。哦，就是北京曲剧。哦，曲剧，北京曲剧是北京地区独有的属于北京的戏曲，那是特色。你要说评剧，评剧不是北京的。哦，你要说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的。
对，秦腔那人陕西的，晋剧是山西的，豫剧是河南的。对啊，要是京剧，京剧是全国的。嗯，而且京剧发源地也不是北京，对，那是打人家安徽湖北过来的，南方的。所以你要问真正北京地区是什么，那就是北京曲剧。没错，魏喜坤老师、李宝岩先生这些个大家们，嗯，那会儿拍了几出戏，都拍了电影了。有最著名的一出戏叫《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是精品，那是满清四大冤案。嗯，杨乃武与小白菜，小白菜和杨乃武，嗯，杨乃武的冤案，小白菜的故事。这四大冤案就这么一故事，合着就说这俩人得冤成什么样？嗨，没有这俩人够四大冤案了，太贫了，这挺好的。嗯，小的时候我们上课边上就是曲剧班，是人家一屋排，天天的我们在那看，好听。我有时候去的少，嗯，我是去的，谦哥天天在那看，我喜欢曲剧的女学员跟那唱，嗯，哎，我是喜欢女学员啊。于老师就撅在人窗户那儿，好家伙，一撅四十分钟，嚯，看看一节课，哎，看完了真好。嗯，行了行了，我腰都撅成那样了啊！行，爱看。嗯，小的时候我们老唱这玩意儿，嗯，团里都有台弦的，就没事来弹一个，唱一个，哎，调着弦啊，嗯。今天咱俩唱一个吧。啊，您说唱一个曲剧啊？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菠菜》啊。哦，还小菠菜，您这改了品种了，您这小白菜啊，这不能上口，这地方河北戏这是啊，行吧，行倒是行，不过你忘了吧，还会主要听您。哎，你别来，我这不是他小的时候他会这个啊，他会词儿比我熟，都他为了跟人曲剧班的女孩聊天啊，你看我给你唱一个啊，我干嘛哆嗦着跟人聊天，啊，女孩听完了，呸，哎呦，他这痛快了，谢谢啊，哎呵，挨脆我痛快了，痛快了啊啊。这最精彩的就是这个密室这一场啊，唱这一出《杨乃武小白菜》在这个浙江余杭受了冤枉了啊，地解进京，哦，押进京来，到北京城之后呢，嗯，三推六问吧，最后审这案子没法审，因为小白菜不说实话，哦，都知道这故事，嗯，不说真凶犯是谁，哦，怎么办呢？嗯，给他俩装在一个屋子里边，嗯，说天一亮你们俩菜市口就杀头了，问斩，就晚上听着又桥楼上都打三更了，嗯，哎呦，杨乃武心里难过，问小白菜，你说实话吧，嗯，你让我死个明白吧，啊，三说两问，到最后小白菜这才把这冤情说出来，哦，这才破的案，这是戏胡，这是一个小生一个旦角，两个人对唱。哦，按曲剧来说，这个牌子是《太平年转窃快书》，好听极了，特别好听啊。嗯嗯嗯，咱们俩分分人物吧。怎么分呢？我来这个杨乃武，好吧？您来杨乃武。你看我这个头型也不像小白菜是吧？我这头型像白菜是吧？你好歹烫着头了，有个女气，好吧？嗨，这行是行，唱腔我可不倒记住了。嗨，别着急，一会儿咱慢慢说就行了。啊，那行。但是我今天我这样，我要来的话，我得正经的化上妆，扮个戏。好啊。这妆可有意思，你们这是看出病的不怕病大啊，得摘一头套啊，摘一头套，这大办啊，因为这轻装嘛，摘一头套带胶水的把这粘上，粘上甩下辫子来，嗯，这辫梢得蹬下，干嘛蹬？把它搓开了啊，然后撒点这个那个柴火粒什么的，就代表着在监狱里挨打了，起楼子，待会儿这大褂得脱了，嗯，哎，然后黑彩裤啊，我先脱，你们随意好吧，哎，这是没有人跟你一块儿，大褂脱了之后，里边白褂，白小褂，把这撕开啊，撕开之后拿那绳子蘸着红色跟着摁几下，这是代表拿鞭子抽的哦，鞭刑。哎，脚底下都得有东西啊，弄着链子什么的，反正挺复杂，我可不爱来这麻烦，这大半的，脸上还得抹好些个色什么的，还抹色，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嗯，挺好。哎，你就简单了，我怎么办？哎，就这样就行了，挺好，素身了，我就也我这省事儿了，别太简单，咱俩差异太大了，是吧？你怎么那么爱看拖呀，这这会儿北京街上一个流氓都没有，哎，都在这屋里头呢，猪在这儿呢，我怎么办吧，你把头发梳个辫子吧，哎，我没有那么长，不是你梳个辫子好歹就表明是个女的呗，有小一拿一小辫儿不就完了吗，拿个小辫儿有吗，来来啊，你看这个专业送东西，这是啊，不这就代表小，哎，这就咱们后台演双簧的小辫儿啊，就那就带着好歹，像不像三？哎，对对，啊，行吧，这个位置不好，你换这，哦，这像演双簧的这个，啊，这样吧，哎，这样觉着 WiFi 好一点。对，嗨，我这找信号，要路由器了。要不这样吧。
这以前那个妇女梳小辫儿，她不是往下了，行，下垂了，可以可以，好吧。哎，这娘们儿真骚情，哎，啊，就取句嘛。你我一会儿可麻烦了，你呢？我这得摘一头套，摘一头套甩下来，然后这儿脸上抹色，然后这把这大褂换了小褂，然后特别。刚才您说了嘛，您这赶紧去办戏吧。我办戏，你这样怎么也不看像个旦角一样。你就管你演的谁呀、啊？小白菜啊。哎呦，这没办法的事，来，快拿过来。来，侯先生来。侯爷，您这拿这是大白菜呀、啊？这个，凑合吧，凑合吧，是那个意思。作品成样，陈观众一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低头，哦，小白菜。哎，这观众也太傻，非看见这个才想起来。挺好，挺好，挺好。什么挺好？我比您麻烦，我那个我，哎呦，我什么都没带。那怎么办啊？说啊，同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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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同喜呀、啊？您怎么办呢？我得对得起你，您都带着这个抱着这个了。对，我这多，我得对得起你。你怎么办？我把这儿撩起来。好了，这就完了，这就。您诓我都办成这样了，您这就完了。好，听我淡角，淡角可以啊啊！这，咱们这样，咱们得有这个有乐器。还有乐器啊！我徒弟今天在了啊！啊，来来来，快搞两个上来，快！这个有带乐器的，哎呦呵，还真有。哎，哦，你看这玩意儿是弦子。哎呀，很巧，他们怎么就会来了呢？哈，嗯，不是你安排的，谁来呀？嗯，这我俩徒弟啊。哎，这叫弹三弦的是郭鹤鸣。是是是。啊，对。你看还会鞠躬啊！你看，旁边这个一头长发的这我徒弟啊，王鹤江。哎，这俩人什么都会。啊，那弹弦啊，什么吹个声啊，什么乱七八糟，沾乐器都行。嗯，有一天我百年之后啊，啊，这俩人又都死好些年了。哎，这好，走你头路了，合着。嗯，赶紧那个，哎，少爷，咱们是那个什么调啊？原来那调。啊，原来那调哈、啊。哎，没说一样。你告诉我原来什么调？嗯，嗨 C 呀、啊，多嗨我都给你塞进去啊。嗯，咱们是 C 调啊，嗨 C 啊，好嘞。啊，头里是太平年。啊，然后是后边是切快书、啊、哎，就听您这个很好啊啊，您准备好了？就听你原来这套你对唱，就听我词儿不会，我都忘了。来吧，准备好了，嗯，来。出了潘金莲了，我觉着也是不对呀、啊，那词儿。别胡说，怎么就问王妈妈了？你是兄弟怎么死的？你哥怎么？废话，你喊兄弟，你给我带过去了啊！那就不许喊啊！别说话，不说话，别说话啊！哎，来，不让说话。得说话呀！说吧，买白菜啊！起哄吗？这不是啊？废话，让我说话，说什么？我说话不是你该说话得说话，不该说话别说话。那我怎么刚才不让说这儿得说了呀？我说什么呀？哎呦，要了亲命了啊！我跟你讲啊，啊，这个我跟你咱们是街坊哦，我叫杨乃武，你叫小白菜，是每出戏的处理方法不一样啊。越剧评剧的时候，人家不喊嫂嫂，那喊秀妹。哦，叫名字、哎、表明两个人还是有一段恋情的。哦，北京曲剧严格的尊重历史，就是喊嫂子，街坊嫂子。哦，我管你叫嫂嫂，我叫你呢。哎，你叫杨少爷。哦，叫杨少。杨少，我喊你也答应我呀、啊。哦，嫂嫂，杨少爷，是我这儿得问啊、嗯，
天到什么时候了？嗯，你得告诉我，已经三更天了。哦，乐队就催上来了。嗯，你想啊，五更天开刀问斩，三更天没多大会儿了，快到了。情绪在这儿，这儿一着急，嗯，俩人对唱，呵，哎，你一段我一段，你一段我一段，堂堂堂堂堂，就听您这唱。对着，对，别听我唱啊，对唱听你唱，我没词儿。是我是唱，你也有你词儿，我忘了。那是痴心妄想，哎，死了也不退票，那错不了了，要不就死给我看。怎么办吧？那这那也行，因为这个，反正后边切快书，可是全是你唱的。后边我辞职，就头了那个，头里边那个，你这样应该是我一段，他一段。你要是忘了，你就努个嘴得了。啊，对，想起来我就唱，想不起来我就给你按。戏班的老规矩，啊，台上唱了半截，一忘了。好，一努嘴儿，对，旁边有人就接着。哎，这磨腻，看这劲儿啊，努嘴儿吧，好吧。哎，想起来我就尽量想啊，尽量想啊，弹。嫂嫂，杨少爷，天到什么时候？已经三更天了。三更天了，不是，这差不多了，你怎么意思？努嘴你倒唱啊，你要死了你努嘴干嘛？废话，你说想不起来词儿就努嘴啊？废话，张嘴是我先张，你努什么嘴啊？你早说呀！你到后边你想不起来，你再这样啊，就该我唱。你一上来，我以为谁找我来了呢？你也是做贼心虚哦。那倒是，好，来上了吧。哎，来，真缺德你！你可没你媳妇儿，哎，厚道、哎，赶紧唱吧。嫂子，杨少，什么时候？已经三更天了。三更天了。丧父